哥哥怎么变成九尾妖狐了？是谁把他关进密闭空间？赛罗哥哥变成了妖尾赛罗，天哪，他要暴走了！是谁？到底是谁把我变成这个样？我要暴走了！我！我的天哪，你这个达达到底给赛罗吃什么了？他怎么变得这么可怕？好像变成比我们怪兽还可怕的怪物啊！你要害了我们呀！贝劳嘿，我是按照你的要求给赛罗饭里放了黑药水，可你现在怪我了，要倒霉咱们俩一起倒霉。我不管你了，我要先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了。这里不错，我要变成一棵大树，小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告诉赛罗呀。贝劳嘿先跑了，我也得赶紧跑，这里很不错嘛，我变。达达，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你赶紧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害了我呀。闭嘴，贝劳嘿，要倒霉咱们俩一起倒霉，别说话了，暴走赛罗来了。我怎么听到这里有贝老黑和达达的声音？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别害怕，我是你们的赛罗哥哥。我虽然变成这样了，但是我还是会守护光明，守护你们的。你们知道谁把我变成这个模样的吗？我还是喜欢我以前的样子。